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Wins 的成员丸子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个 WCF 跟眼镜社，这是眼镜社跟 WCF 的系列商品。这个是乌苏巴，然后刀疤，还有甲方，它总共是这五款系列一起同时的出。然后呢，其实因为 WC 系列好像常常现在目前阶段的话，它好像就是这样子一系列就出一次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光它外盒的话呢，它好像颜色不一样出外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子是一个系列的，因为它其实在外盒上面都会做大概的解释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。感觉还不错哎，好看！你看，天哪，红心皇后有没有？比例来说，其实它的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就是应该说，如果说你是说这个系列对不对？它这个系列是比较偏向没有 Q 版那种感觉，它是比较还原。还原动漫里面的那一种角色，有没有？但是有些人他喜欢 Q 版的呢，就要收不同的，像是 Q Posky 的那个系列都是比较出 Q 版，然后都是女角的那种系列。那我们再来猜，这叫黑魔女，同时还要放旁边一点，好欧美的感觉，就是很传神的那种，它是像这样。然后你要自己装，那可能怕那个手会断。哎呦，很细致嘛，而且它真的很坏耶，就是它看起来真的很坏。我们上次看的那个 Q 版，等一下哦 ，Q 版的脸是长这样，就是我的右手边这边。Q 版的是长这样，然后你如果是比较正常版本的，像黑魔女就是该长这样，因为它其实很坏，但是它把它画成像这么 Q， 就会不同的风格这样。乌苏拉好像跟之前我有开悲远，最近好像来的很多反派。我介意的哦，你看乌苏拉，哎，这乌苏拉好看。像我其实之前都很爱收反派系列，有没有看到乌苏拉？乌苏拉的杯原子，一个大一个小的杯原。你看乌苏拉，你看风格不一样是吧？而且颜色我会做不太一样。然后像然后下面这个做那个吸盘，这个就没有，因为它就是直接在下面这样。风格不同呢，可是我觉得很好看，我喜欢乌苏拉。像反派的角色其实我都喜欢。刀疤也是一起成型的，你看刀疤，凶巴巴的刀疤，卡通，霸气。然后它其实这个下面是绿色的，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是绿色的，这是很正常的哦，不要以为它怎么好像溢漆溢得很严重， no no， 它就是这样。这个是甲方，甲方杯原也有出，最近买反派会买得很开心哦。甲方就没什么变呢，因为我上次收的那个杯原系列甲方就都长得差不多，只是大小只。啊，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这个蛇，对，所以他的那个笔呀什么的，有出这个蛇我都有买。好，喝款呢。Hello，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呢，就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系列的 WCF 反派的角色。大家如果喜欢像这种反派的角色，其实最近出的公仔会比较勤，
所以可以趁这一波赶紧收，因为过了收那个公仔的那个新款的，然后你打算买到旧的就会比较贵了，所以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咯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先到这里咯。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订阅，订阅了之后一定要按那个小铃铛，所以如果没有按小铃铛的话，可能我们的影片出来然后你可能就看不到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按了订阅，然后可以再多加按那个小铃铛这样子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